面对台独势力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台湾事务的严重挑衅，我们坚决开展反分裂、反干涉重大斗争，展示了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、反对台独的坚强决心。 和强大能力，我们提出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，促进两岸交流合作，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，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，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，坚持贯彻新时代党。 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，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。我们始终尊重、关爱、造福台湾同胞，继续致力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。 推动两岸共同弘扬中华文化，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。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，要由中国人来决定。我们坚持以最大诚意，尽最大努力。 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，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，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。这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。 绝非针对广大台湾同胞。国家统一、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，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，也一定能够实现。